咸食隐藏高糖分，现场实测吓坏众人。虽然是咸食，但是里面的糖分还是存在的。那我这边呢做一个甜度实验，一般我们喝的市售的含糖饮料大概就5%，好像这个叫做半糖，甜度是6%，5.6，欧米爽，看见了，9.6，玉米汤同意下去11.8，哇哇，我就跟你讲，这已经做完之后你没东西吃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